黎姿在2004年凭剧集《金枝玉叶》玉莹一角赢得视后，但她就选择在事业如日方中的时候嫁人和淡出娱乐圈。52岁的她平时除了主力照顾老公和三个宝贝女，还要兼顾她的美容王国生意。不过一有时间她就会去旅行放松，今个圣诞假期她就去了外地滑雪。在她穿着滑雪服的靓相里面，有一张是侧面的大头，无论是五官轮廓都很精致，真是靓到好像公仔咁。黎姿颜值再升级，有网民甚至留言说认不到是她，靓到不真实啊。